因为这边我见过的扫把主要还是竹子做的或这一种做的，这种是一种哎，这种是那个中叶路 frogmitis 啊什么 grasses， 嗯，这都是植物的，嗯，这个和尚他们的。So the colonium is for sweeping, cleaning the yeah, cleaning the house, yeah. Ceiling, yes. To get the spider nettles out and yes, to clean the insects. 这个是黄免贵了。黄免贵啊，老丈巴了嘛 ，Chang Pak。这棵是 Chang Pak， 也 Macadamia Chang Pak。这棵树不是太老了，可能只有几十年。那他为什么砍一些刀在这上面？你看，你看这个树随便长到这里，它也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周围都是水泥地了，它还是没有问题啊。嗯。当然长得不是非常好，但是没见什么问题嘛，它甚至枝叶茂盛嘛，还是。还是个排水问题。这个。裴老师，我们那个福建省作为最大的一棵龙树哈，就是代表整个福建福州象征的，那个是有一段时间差一点枯死了。啊，枯死的那个，他这个当时李天讲，现在就是也是我们的学生啊，是学校毕业的，是常务副省长。哦，专门为这个召开会议。哦，里面专家们不管什么办法，你找出来，这个绝对不能让他那个，就任何办法都要用上。后来用上没有？后来什么原因都不能。它整个就水泥都封住了，只有剩下中间一块，它变成它的呼吸啊，没办法，就这个处于即使窒息状态了。后来就所有的这个水泥敲掉，嗯，就变成一个草地，大概过了两个月就活了。就恢复过来。你说这个情况，坚固的。我和杨院长在上个月，上个月嘛，我们还到德宏州的芒市首府去。去他们州长邀请我们去做什么呢？就是中缅友谊树，中国总理周恩来，缅甸总理什么吴巴瑞，两个各种了一棵这样这个树，五六年种的，种在他们的芒市宾馆里边，这个树一直长得很好，已经五十年了是吧？十年了嘛，长得很好，五六年种的，现在突然呢是说这个锁顶。掉枝叶，问题很严重，树势就很严重了，成了个大事件了。大事件，所以让我们两个去看会诊，同样的给你这个结论。我们那个省林业厅门口啊，非常两个大榕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啊，左边一个长得非常好，右边一个也是快死的。嗯，快是干掉了。后来采取各种办法，吊瓶都吊过，他们瓶子一个一个就水分。实际上是什么呢？下面那个根啊，都在下面的污水道里面。污水道里面呢，把污水清除掉，它又活。我们也是这个结论啊。这个结论。我们说它有供那个水渠。是啊，旁边又是水渠，下面是水泥。就是那个城市的污水。是啊，积水在那里，积水在那里排不走。对。是吧？所以它就不适合它生长。走，我们从这边走。没有什么。好了，差不多了。哦，真是同一个故事了啊，不同地。地方了，结论是一样。当时政治事件，就省政府的领导。是我们正儿八经的去。说这个，因为这是象征。那个周委书记，他说是这个。我们把地挖开，我们还他带了一个那个搞园林的一个人，爬到树上去，把上面的样本采下来，我们看了以后做分析，我们会商，还专门开个会讨论。就是水泥给他封死了，他变成没办法。我们写了一个纪要，讨论那个专家意见。我们提了两个意见嘛，一个是文火治疗法，一个是叫做下猛药治疗法，是吧？下猛药就是要把那个盖了个宾馆的那个水泥地啊，周围就给它打掉，还有中间修了一个水池，把它切断，不要那个水池了。水池它搞了一个很长的，你把靠近那个树那一段把它切掉，恢复原模原样，它就肯定会活了。
周恩来种一棵，缅甸的总理种一棵，两个人50年了，这个树一直长得很好。自从他那个地方建了一个芒市宾馆，五星级宾馆，建了一个17层高的大楼在后边，然后前面又搞了一个景观，搞了个景观水池，水泥路修起来，两边都是水泥路，中间是个是一个水池。这个水池它不是一个圆形的，是一个长长的，延伸到这个树下面去了。那个我们说你这个周围的环境你改变了，破坏掉了。